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想说爱你不容易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。谢谢您啊，感谢您。哎，谢谢。你好。哎，擦什么呀？没事，还没事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我们拿这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他都看出贺宝脏来了，离得这么远都能感受到啊！擦一擦，真是的，确实啊，大家伙儿也是很荣幸啊，能来到刘老根看演出啊。那阵儿老说九溪是交换生，这就是刘老根的贺宝。我们宝哥，哎，宝哥了不起，嗓子好，嗓子好，啊，确实正经人家学过二人转，这可笑吗？真是，正经人家学过东北人，哎，土生土长东北人，对，东北长春德惠，啊，就是那么个地儿啊，嗯，德惠的人，打小啊自幼我喜欢这种曲艺形式，哎，就是。在那种环境下得到了二人转艺术的浸淫熏陶啊，就是熏陶熏陶，东北二人转很火，真好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东北看演出去啊，为什么要看演出去，到东北演出，东北有两家剧场，哈尔滨长春，有人去演出去，我们公休啊，是周一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也去看看人家二人转的艺术。哎，放心，我们看的不是唱正戏的那种二人转啊，唱那个玩意儿我们也确实是不爱听，也喜欢看那个说包袱有内容。哎，对对，因为二人转那个包袱它就是比比好笑，哎，挺好玩，好笑。哎，有人看看二人转人家那门艺术，对，有时候看看孙鹤宝的艺术，嗯，一模一样，有时候包袱都一样。其实吧，各行各业这种艺术形式吧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借鉴。哎，大道至简，它都是为了给您带来欢乐。对，你不仅说相声，嗯，也不仅二人转，哪怕说古曲、戏曲，哎，对吧？包括现在的影视剧，嗯，都是为了大伙开心高兴。哎，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，没错。你看很多成功的演员啊，像我们德云社很多成功演员，我说德云社了，哪怕说其他艺术形式这些成功演员，他各个行业他都涉入，嗯，他都会去参与。对，你就说咱就说简单的，就是咱自己家来说吧，郭老师这些年人家参与的东西太多了，对吧？相声、评书、古曲、戏曲。电视剧、电影都参与，虽然后两种很一般吧，但是吧，人家呀，他真能来，真敢拍呀，这你真敢说呀。不是，这有什么？你没有任何演员一上来就能演戏就能拍了。对，但是郭老师那就说了，就是有人说我们这个相声啊其实比较难，因为它掺杂一些表演的状态在其中，你要能把一个相声说好了，当一个影视啊演员呢，他说很容易。不要骂街，什么话呢？不是吗？是，他真是感觉是。您谦儿大爷，啊，郭老师可能没有太多的成绩，嗯，对吧？但是他的儿子成绩很高啊。哎呦，真是的，你看他是亲儿子，一口相声都不让说呀。相声练演技，他儿子怎么不说呢？那是亲儿子呀。那位大林，我们少东家大林，包括谦儿大爷。这都拿过影帝啊。对呀，表演人家表演得很深刻。哎哎，其实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演员包括相声演员
也得学习，哎，也得掌握到自己的身上。对，你得会这些，真是这样。你包括现在好多人喜欢胡克松，哎呦，不敢当。你甭说观众了，啊，演员也喜欢，嗨，喜欢他的舞台上这种洒脱的劲，这种状态，什么都敢说，在舞台上为所欲为。哎呦，就这种评价听到我心里，我真是我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哎呀。就站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考虑过逗哏的感受，自己开心就好。但是吧，你再怎么好怎么开心都是语言上的东西啊，就说相声嘛，对吗？你说相声没有表演在其中就显得不真实不生动，整个内容就很显得很单薄。但问题要会表演的话，我在这儿又说又表演，岂不搅和你了？放心，没有表演的时候也搅和。啊，我的语言这么恶毒吗？真是周老师就是过于的放松了。哦，没有任何表演的内容在里边。我的相声还没有表演。你有什么表演？你跟我聊表演，真是你就跟咱就说，咱演了这么多场了，咱们一共演三个节目，前两场，你有什么表演？你都是随心所欲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最真实的你，就是在舞台上。但是它为什么叫艺术？它是生活的东西，要升华。你得有艺术加工，有艺术感。我要没有艺术加工，我早把你爸爸说死了。我还没有艺术加工呢，看见了吗？这都是心里话。哎，他不加掩饰，他都说出来。表演咱也行，我还没学过表演。我你学过什么表演？我太学过表演了。在哪学表演？你在哪学过表演？北电知道吗？北电。北京电影学院，北京电影学院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别来那个，刚才你说了你在天津，你在天津上的学，跟北京一点关系没有。深造知道我是在哪深造的吗？他们都到我了，天津。有一个天津电影学院，你听过吗？没有，天津没有电影学院，天津有一个北方许校。咱学习过表演，那个书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从喜剧之王里看见的。不是，三大表演体系，咱张嘴梅兰芳表演体系，对吗？三大表演，梅兰芳，梅兰芳，城市化的表演，有一招一式都是城市化的。嗯，布莱希特表演体系，对吗？布莱希特的核心是什么知道吗？打破艺术的第三堵墙。你这玩意儿真不知道啊。对呀，那我那我掌握了，我在这儿能用吗？在这儿怎么不能用啊？在这儿打破第三堵墙，我打破他都得赔，我干哪去？打破第三堵墙了，我才不是。人家想表达的肯定不是说真打破那个墙吧？咱表演没问题，说让我表演，咱立马就能演。你能演什么？咱比方说啊，现在这个舞台就是北电面试的那个屋子，我就是那面试官啊。今儿你是考生了啊，你来面试来了，考学来了，这是角色是吧？上戏，是角色了，我准备上戏。你能来什么？随便，咱一进门你能有什么表演？一进门就开始演，对吗？啊，哎，进门您好，您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是不是这不很生活？是不是？您好，不用演啊，都这样啊。您好，我的片酬分你40%，录取。很实在啊，很实在。您好，副导演。哎，恭喜你加入。哎，不是这个。你得有表演啊！表演最人家表演那个有好多表演看的什么呀？面目。哎呦，您现在有点面目可憎了。脸上的戏太重要了。你哎，人家表达七情六欲都能面目表情都能表现。哎呦，面目表情，喜怒哀思悲恐惊，不就这个吗？不就这个吗？懂这几个。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打破了艺术第三堵墙，
几个能表现出来吗？哎，咱就一说，你就能大家伙就感受到。没问题，不就表演这个吗？表演啊，没问题呀、啊。考试了啊，哎，正式开始考试，来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喜，怒，哀，乐，悲，恐，惊，醒醒！还在吗？我睡着了，我。我以为你都睡了。我这在无声的表达，你没感受到吗？这个业余的。你表达什么了？这几个字你表达哪个了？我这喜怒哀乐都在心里，表演的至高境界不是内心在表演吗？刚才你说这喜的时候，我这心中已经小马奔腾了。这几个字表演都是内心戏。那肯定啊，谁瞧得见呢？你得表达出来呀，让大伙儿一看就知道，人家得感受到啊。行，你这表演谁不会呀？行，来吧，这脸上跟蚂蚱似的。让大伙儿都知道吗？不就是，来，对吧？观众能感受到，让你给大伙儿表演一个，高兴，我特别高兴；伤心，我特别伤心；愤怒，我特别愤怒。我现在也很愤怒，这不全知道了吗？全都知道我很愤怒，很开心。废话，全告诉人家的，谁的表演是这样的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很愤怒。没有任何表情，我很愤怒。我说了，现在我很愤怒，我就是很愤怒。这叫表演吗？表演这个东西，它得在一个情境里边才叫表演了。没有上来就拿出表情来试，你得来一个。人家考试都是这么来的。你的人艺考试的时候，人家也是有这么一个话剧的桥段或者电影的桥段，演这个桥段也没有说上来。听过濮存昕老师给我们讲课那回，你去了吗？濮存昕老师说，笑分30多种，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奸笑，笑分30多种。我在这抖音刷的濮存昕老师。哦，笑分那么多种。对呀，你自己掌握得过来？都能掌握，都能掌握。我把那段视频保存了。等于说，让你直接表演这个，表演不了。你来一个，得有情景。对呀，但是要有情景的话，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就这几个字了。多新鲜的！他的感情戏可就更丰富了，就那种大段子台词的那种，有台词啊，有表演，有表演，有内心戏，有感情戏，有内心戏，有感情戏，对，哦，相互交织的那种感觉。对了，哦，咱表演一个什么呢？嗯，我这人比较喜欢演这个感情戏，哦，感情好啊，感情戏，一男一女的感情爱情戏，哇。而且是爱情感情戏当中那种悲情戏，你还真是猜不透你、啊、又有感情又有悲情，他们两个感觉还得交织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应该是不是这个一个女的丈夫刚死又爱上了另一个男人，既悲情又有感情，他们又交织，就是寡妇搞对象。穿着小嫁人了，是那个意思吗？感情戏，俩人有这个爱情的感觉在里边。哦，悲情什么呀？最后有生死离别。哎呦，生死离别是最难表演出来的，还不好演。知道为什么生死离别难表演吗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两个人不能死，不能说真死。废话，什么？你比方说吧，咱选这么一个桥段啊。演这个悲情戏，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，那大伙都知道的啊，新鲜的。你来一个大陆点的，当然得大陆一点的。你别来你们家那种秘本，你爸爸编那个戏，可别来啊。那肯定不说啊。啊、咱就找这么一个桥段啊。哎，《霸王别姬》，行吗？这大陆吗？我太熟悉了。这你了解、啊？知道哪个版本最好吗？哪个？陈凯歌那版本。对吗？里边精彩的戏活啊，太监捧着那个小盆儿，撒这里，你这个人撒这里不算糟蹋东西。
别急，还这可其实电影版，张国荣那版。对呀，你的主角是个太监。就往这里散，就往这里散。你这眼子撒这里不算糟蹋东西。你上濮存昕老师的课的时候学的是太监这门吗？你家里是不是家里组团吧？表演？什么叫表演？不就这个吗？多火！就表演，咱不能表演影视剧，表演过去的历史。哦，咱们就是那个历史人物，然后去演那一段故事，用咱们的感觉，用咱们的理解去诠释当时那个场景。明白，就是用现代人的思维诠释古代的故事。对了，明白了。霸王别姬当时咱在哪一点啊？啊，就是在一个霸王，西楚霸王被困在了垓下，四面楚歌，霸王虞姬，哎，在这个大帐之内。生死离别，就这个过程演这点戏哦，没俩人肯定有一些对话呀，有一些感慨呀，有一点感情在其中。生死离别之际的那种内心和语言的收表达，对，也许哪怕没有语言，眼神的感觉呀，这种状态都得表现出来。那明白，明白，两个人物啊，这样我演这霸王，你演这乌骓马。这个剧我骑着你，我在这个大帐前。等会儿你骑着我，咱俩这不就跑了吗？那虞姬怎么办？我别，我演虞姬呀。那我乌骓马怎么办？别骑了，我在这儿呢，霸王虞姬都在这儿了，你骑着马跑了，拿自己当孙悟空了啊。那你演那个虞姬，我来虞姬。我演了一个霸王，行吧，行吧，西楚霸王。然后进来以后呢，咱们一番对话，行，生死离别，我把宝剑拿起来抢过来，你要自刎，自刎之前，临别之前，跟我说出了三个字儿。对，什么？我爱你。哎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呕什么？不是，咱们说戏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动情，好不好？看看我这样，好恶心呐、啊！不是，是这个剧情理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就是你一猫见我就死。对对对对对了，然后说这三个字啊，给他说出来。好好好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演得了吗？演得了啊。虞姬，我现在已经进入角色了。行吧，我再来个霸王，我得把衣服捯饬捯饬。别在我想妹妹你。让我这宝剑啊，就别骑马呀，这要是拉到大动脉，咱们不就结拜了吗？我这就咱没有这个剑鞘。行，来吧。啊，我就进了营帐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我爱你。时不利兮骓不逝，我爱你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我爱你。虞姬，虞姬，我爱你。你给我滚，你恶心死我了。我是你的女人，先生，我不要你这个女人。我好难过。我霸王，我正在这感慨呢，你在旁边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这仨字在你嘴里怎么这么不值钱吗？我表达出来的状态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去找刘邦了。小鱼，小鱼，我就知道你心没在我这儿，就得让你先死。我要死了，你肯定得改嫁。你不能是每句都这么说，我得感慨完了以后，我再剧透。我一特别深情的，临死之前说出那仨字来，
Let's go。追不是西，何奈何？于西，于西，奈若何？大王，大王，小鱼，小鱼，啊，你有点，你慎重，慎重，你别这么贱啊！而且我不是大王，我是大王。我是霸王，霸王。于西，于西，奈若何？霸王，霸王。行行，大哥，感情到了，感情到了，大哥，听我的了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爱你这一种。
不没扎着要害吗？你正扎着我这游泳圈这一块，它不是贯穿伤，它没有那么容易死。人不是想象的那么脆弱，我能听。我再不脆弱，我不会，我扎了多少枪啊？你都快被凌迟了。一下一下我在这儿，你还不习惯呢？你先别拔剑呀、啊，人家园子里那是鲤鱼姬自己抢过剑来再刺的呀。你得让我抢，你拿着剑，你要下得去手，你直接骑马踩死我都好呢。那咱俩还交织什么呀？就我是怕耽误你去跟流氓打仗，我死了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吗？我不是我宰了你，我得抢刀子、抢剑再刺啊。我宰你什么？不行。哦，您的意思就是得你是自刎？对呀、啊，我抢过来。那你抢啊？对呀，那朱莉呀。别拿错了。我口袋里好多东西呢，你把我们家房门钥匙拿走可不行啊！吓我一跳，我还挺紧张。来时夜等苍穹，归来夕阳等我。戏确实是走心了，不错啊，死的还挺有感觉，临死还我爱你，爱不能说出来，应该是我爱、哎哎、没说出来这戏就更完美了。我知道我你扑扑扑扎我，这是霸王别姬，不是姬别霸王。大帐里边扑扑扑给我捅死了，转天去乌江谁去呀？你到乌江，你跟刘邦跑啊？你是敌特吧？你不是？你想我要给你杀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刘邦，我们俩都不用去乌江。我们俩上那儿，我上乌江干嘛？吃一点乌江榨菜。你们这是什么感情戏呢？哦，感情戏到里边了，你来了个弑夫。给我捅死了！不是说这霸王一使英明死一娘们手里了。是这出戏大伙太熟悉，这就是既定情景。你进来跟我闹别扑，我一抢啊自杀完了，这不就这个吗？这不就这个吗？不能瞎加瞎加，这不就是篡改历史啊？不是，咱演这个不就是为了把这个我爱你那种感情戏表达出来吗？刚才你表达的挺好的，谁爱谁不是爱呀、啊？爱他就要为他付出，对吗？你以为我付出了，我就死这儿了啊？合着最后我演一个这玩意儿，挺好的。那你干嘛的呢？我这不是配合你表演？不看的你的表演吗？你的表演在哪儿啊？哎，配合的表演，我这不就是视而不见了吗？还真是什么都能想起来。不，赖我了，怨我了，别生气行吗？大背头，别生气了行吗？怨我了，就你得有你的感情戏，咱们俩感情戏行吗？行了，赖怨我了，就你得有爱我的感觉，我就没看见爱，行，还想获得我的爱？那么现在是我在一味的付出，你干嘛呢？行，来，那再换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换一个，换的你都会啊？你换，你来一个。来一个呢？你说随便，来点。你比如当下现在最近比较火的，最近比较火的影视剧、啊、比较火的有那么一个，来人家那个桥段哦，去屎杀二。我来杰克斯坦森，我来鲨鱼。咱俩来感情戏行吗？没问题，你在海里我跟你过日子去。好，来造型师上来剃秃子，快点。封神，封神榜，封神榜，封神榜，这太火了。是
里边人家可有感情戏在里边，木耳扇呐。对呀，没问题，来咱们光膀子办。哪有光膀子的？光膀子都膀上了。我是没有那个身材。我要有那个身材，我在这儿跟你们在这聊天。那你说，不是？那你说这是什么？啊，你说来什么角色？你说。不是，咱得选两个重要角色。那他不是重要角色。好，来两个大伙儿记得住的、看过的。对，行。角色谁呀？谁你不知道啊？那俩人特别重要，那俩人，我来魔力海，你来魔力烧。这个，那不特效吗？那得呀，咱来这个，这就是《封神之魔力海魔力兽寻亲记》，咱们哥俩去，都是感情戏，兄弟情嘛也是情，包括情也是情。哦咱俩还是光膀子那行吗？我来鱼翅行不行？我身材小鱼翅啊，我就是。哎，演哪个呀？肯定是纣王妲己呀。没问题。人家那个有感情戏，一男一女的。感情戏，感情悲情互相交织。对了，哎，这个我来那个纣王，你来妲己，咱后台外号小妲己。你跟小鱼吃辣椒吗？小妲己，哎，你来妲己，你得有那个妲己的妩媚的样子。咱觉得我长得就妩媚，哎，那我那妩媚的样子，我得为了你，我愿意堕落，咱就我愿意昏庸不到，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你想成为全天下的王。而我可以帮助你成为全天下的王。我说实话啊，对活石没有这么难受。但是现场演真的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小妲己嘛，这得有点劲儿，这劲儿有，对吧？能收敛点吗？行。哎呦，我要是纣王，真是得昏庸不到。这哪受得了？来哪个？你说哪桥段？你说来哪个？来个精彩那桥段。来精彩那点儿。是那个那澡堂子里泡澡那点儿。在水里泡着，然后咱俩还能加戏，你那一放屁，行吗？你媳妇找我来了，跟我对视，我给你闷死，行吗？咱能，咱演点那个穿衣服的戏行吗？咱演那个露台，那露台哦，酒池肉林露台。对了啊，咱俩饮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咱俩得喝完酒之后的那个。乔顿，老金，俩人一个昏庸不到的君王和一个妲己，俩人大酒之后那一段儿，对，要是演出来，肯定这场节目得叫停。咱们最多还有15分钟就能圆满结束。不是，我可不想来一个劣迹艺人。我不想啊！不是，这里面有什么不能播的呀？我真是有可能《封神榜二》还得叫我去了。我演于氏那个角色，我这阴叫，哎，喂，爸爸别绑着我，爸爸给我松开，我累得脖子倍儿难受。这一看他就看过，不是他演，喝完酒了，哎呀，当时啊，这个纣王开心呐。看着这个妲己越开越心爱哦，俩人有一段感情戏，然后呢共舞一曲，明白了。人家当时那个年代呀流行啊跳舞啊，叫玄鸟之舞。
舞，有一个大鸟，玄鸟，这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咱俩得跳个舞，哎，上上出跳完舞之后，你再有不让播的，再说不让播啊。那是下台以后演的，主要咱俩就跳舞，台上就演到跳舞。好啊，现在没有别的环节，行，来吧，加钱也不行。这就是现在的德云社相声演员，就这个玩意儿，真是下三滥。本来我这节目都挺干净的，又赖我。我这本来都准备上春晚的作品了。哎呀，咱俩要能拿着就往拿去上春晚，我得气死乌尔善呀、啊。人家花10多个亿呢，行吧，行行行，啊，我来打起，你别管来，打起，行，过来人，你现在什么呀？咱已经喝完酒了，哦，已经喝完了，已经喝完酒了，嗯，啊，我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？纣王跟这个霸王就差这仨坑，这个玩是跟那个乌尔善在那边差的，反正简单点了。然后你呢？你昨天喝完酒了，哎呦，你有点迷离之故，我有点难受了，在这个美人榻上卧榻。哦，我喝着酒，我就找你来了。你找我了？找你来了。哦，我在那美人榻躺着，这桌就是美人榻。对对对，美人榻。行吧，我就上这儿了。相声演员逼成啥样？你就说现在那个专场多难看，一个个多累。你还找我呢？不找我就睡了。
斗鸡，去你的吧！